干嘛？太咸。这个假的，就我第一吃饭终于吃了。妈妈，哎，给爸一口吧。
今天又吃辣包饺了哈，今天就不能让它再飞了。还行。好的。喜欢吃的可以下个单哈，味道挺不错的。这个是咱们平台上卖的哈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加热吃比这个凉吃好吃的呀。我这没有加热，加热放点香菜，过年味道会更好。咱家暂时没货哈，嗯，上面还黄，啊，妈，黄了。我没有，我喜欢那两下子，我一抠就折了。点个小心。